13项世界遗产杰作，仅透过口头传承的传统文化，日本歌舞伎、蒙古乐魂、马头琴，不丹天国之舞，印度梵语戏剧，古巴音乐之母正版，这些珍贵的文化都存在着生命传承的结晶。看这些文化遗产继承人如何努力不懈保存传统文化，又怎样借由他们的坚持传授给下一代。每周六日晚间6点，爱 TV 旅游台279全台首播《生活的文化》。